前方白色轿车驾驶稍走前边开车边抽烟，远景要上前拦查，没想到对方没有停下，先是慢慢往前开到路口时，他直接猛踩油门加速逃逸，逃了好几个路口，不仅违规，还波及到一辆汽车六台机车。好像是在追的一台白色的车啊呢，啊那个白色车就是给我轻轻的碰一下，啊那我就倒下来了，然后那个车好像有跑来这边来。 嗯，东闯西闯啊呢，东闯西闯，嘿嘿，对，东闯西闯啊呢。那上面有人吗？车上有啊，就是歹徒，可能警车在追歹徒啊。哦，那个车有抓到人了吗？没有，好像那个人跳车跑掉，还是车子就撞完你们？对，就撞完就走了。他总共撞了多少人？就这边都是啊，这么多人。嗯。 附近民众心有余悸，事发就在16号晚上7点多高雄凤山区五甲一路和国光路口，这名不服拦查的驾驶不仅逆向行驶、闯红灯、肇事逃逸，整个过程造成两名机车骑士轻微擦伤，所幸没有大碍。警方目前已经锁定逃逸的车辆和对象，究竟这名驾驶呢是名通缉犯，还是车上藏有可疑物品，目前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追查。